八月二十八日开幕的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正在火热进行中。威尼斯当地时间8月31日，华纳的漫改电影《小丑》举行了首映，口碑爆棚。同样，8月29日首映的诺亚·鲍姆巴赫导演的《婚姻故事》也好评如潮。两片被认为是电影节开幕以来的两部爆款，拿奖有望。因为两片接下来即将在北美正式公映，也被认为是明年奥斯卡的大热门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